还没来，大家就转。好吧，那转下应该怎么安排？那其他不用说嘛，我来等呀。嗨，那他们上这边，那汉诺，把那他们上那出来呀，那当然汉诺，那是什么？那安排那么这边。各位来宾，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们是海关乡康平村的村民，有展演的军事设计。马拉斯尼亚每年五月是我们布隆族的社祭，社祭是布隆族最盛大的祭典。在社祭之前，那边召集所有猎人，带着自己的猎枪到祭司祭拜，叫比斯赖。拉亮召集所有的猎人，带着自己的猎枪到祭司祭拜。这个就是比斯赖，比斯赖。首先，有祭司用吟唱的方式带领猎人合唱。歌词的意思是：所有的猎物都被射死在枪口下。大熊、银炮、水鹿、山羊。山羌、山猪、猴子，甚至到飞鼠都被射死在枪口下。白色，白色，够够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祭司祭拜完之后，就回到家，准备一些要去狩猎用的火药。当猎人准备完之后，就往猎场去狩猎。三号来，主要三号，旁边来吃。好，在猎场途中，带领者叫大家暂时休息。今天人数，意思是。去狩猎的人有几个人？回来的时候也要几个人平安回来。没有了，到了。诺，带领者以石头来代替数字。
来今天之后就往猎场守猎了。快看他们几次哎，这个就是猎人们在深山里狩猎，不管白天或是打大的猎物，晚上也打。支柱布农鱼叫金盾金盾这是一种布农族传承下来原始的技术自己采购苎麻猎采收后绑成马线，然后织成布，很漂亮的图腾，并且在织布之余，用快乐的心情来唱。心间的情景我马上也有一些妇女从米仓拿着大把大把的小米妈肚妈肚把小米放进在筛子里面，并且用双脚踩小米多粒多利叫马乌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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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竹是用来捣小米用的，这样的分工合作捧个大风下入送用竹来捣小米把小米的壳打掉，然后再倒在筛子锥骨，锥骨之后再倒进旧犁再捣，捣到小米骨完全没有，才算完成。马路马巴路。妇女们边织边捣小米，在这一天用快乐的心情，用他们的心情以歌声，在妇女努力的织布用力捣米之下，衣服编织成衣服，捣小米也捣好了。
回来准备酿酒用的，准备酿酒用的。